又是假货。你这买来的当然是假货，真货哪是随便就能买到的？那你说哪有真的？据我了解，在一个很远的山洞里还藏着一个石化了的声光棒。哦，事不宜迟，快带我去。就是这里。神光棒藏在此山洞，本是镇压怪兽，而今被人取走，怪兽也苏醒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来解决他们。此后，这里一直流传着光之巨人的传说。哎，你这徽章看上去挺不错的啊，可以送给我吗？开什么玩笑，要是把这个给了他，我不就不能变身了？真漂亮啊。怎么不愿意啊？哼，我跟你好。等一下，送你是不行，借你玩一会儿倒是可以的。哼哼，谢谢你，太好。啊，破雷击啊！妈的，你这混蛋！表情算什么？你那眼神又算什么？难道你不想成为奥特曼吗？我当然想。就大声喊出他的名字。